我们来到这个学校，大家非常的热情啊，就是我们金瓦女中。金瓦女中，哎，每一位都长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他们学校的同学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。生日归生日，我们比赛还是照常比赛。马上在我们乐翻天之后就要开始比赛，注意。 天天乐翻天，翻天！马上就到来一番的龙争虎斗了。好，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单元，叫做是飘飘乐。什么叫飘飘乐呢？没看你就训了，来，飘飘乐 ，Go！ 有没有看到黄队是漏开队？我蓝队是冬瓜队。好，不高就是矮了，马上进到我们的飘飘乐。飘飘乐，啊，好，加油！好，第二球，小燕球，哎，哎，所以你看，哎，红烧四只球，帅，三过家门的幅度啊，帅，好帅，我们要干扰他们，哎，这怎么七成？而且他打到最后就进了，这像话，那么冲动干嘛？好，现在再来换到黄队，啊，黄队那换我们黄队的，来来来，好，立刻来看黄队的表演一遍，哎呦！ 好厉害！好，三球，哇，哎，那乐开很厉害，哎，看看注意一下哦。哎，你看他表情，多像修木拉克，你赢得轻松啊！你看这个乐开，他这接球动作好像像修木拉克一样。好，马上进入第二单元，叫做魔鬼训练，Go！ 好，马上进入了魔鬼训练营。大家知道规则了，左一缸右一缸，两个脸盆之中置了10颗枣子。这10颗枣子呢，在一个状态之下会被叼出来，但枣子混着这个面粉啦，感觉起来叫枣泥啦。那我想解释到这里，观众一定不知道在比赛什么。一个比赛要是需要解释的话，就不叫做 Hito 的比赛了。需要解释吗？听不懂对不对？那就对了，立刻来比赛，预备，加油加油！ 哎，起来给我啊！啊，睡啊睡啊！睡啊睡啊！哎，大家给他们加油！时间到哦！哎，来来来，来来。 你还会庆恩呢呀？跟大家讲一讲，家住哪里啊？念哪一个学校啊？金刚，你更狠啊！总共是59秒，恭喜！好，再来是我们蓝队一边，加油！ 恐怕会遭到落败。哇！小心啊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小白脸，小白脸来了！加油！ 正面哇，原来是金婆婆。好，那是1分10秒了，这啊1分10秒了，落败11秒，所以我们真正获胜是我们黄队。现在1-2比0了，最后一道题目是有3分了，所以有可能能够反败为胜。好，加油，翻天砸砸乐 ，Go！ 剪刀石头布，赢的那一个呢，反正要倒霉，输的来砸赢的。但是要是乱砸或者没有或者故意逃避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接受严厉的改头换面了。
讲的说爆，讲的爆，讲。大家特别注意啊，但是还是啊，被砸的多的赢了、啊。预备，剪刀石，大声喊出来，好。好，下一位，剪刀石头布，好。站到中间来，还波及无辜，手放下来，接受严厉处罚。好，现在二比一，好好加油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要大声喊，我来啦！最后一拳，现在大家注意。全体注意，二比二，就看这一拳了。石头布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好的部分哦。很没有关系，因为录影的当天啊，刚好是我的生日，大家 happy 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想呢，今天的获胜的队伍是我们。的黄队，恭喜他们！我们马上就要颁奖了。好，这个奖状就送给他们，恭喜他们获得胜利，和平乐翻天。